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干啥呢？你管我干啥呢？你管我干啥的？你俩的，我要找叶佳明。不好意思，不能进，真的不能进。刚才谁推我？谁碰我？不让别扒拉我啊！我真的碰到了。哎呀妈，碰雕！ 哎，我这貂裤老贵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赔不起啊！就你们这公司上下的，我都能给你们连成段子，知道不？哎呀妈呀！我们有我们的知识，你真的不能变。这都什么年头了？没妈呀呀呀呀呀呀！长命了，长命了！长，够了！你真的不能变。再见，我们就给你们红绿灯。红绿，不，叶明，我出来，一下红绿灯，我跟你说我。 他没有来上班。你是谁呀？你咋知道他今儿没来上班？他是我小男友。佳明，哎，张福霞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又叫我大明，叫我露西，露西张。好好好，露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谁让跟我玩失踪的？哎呀，露西，你快回去吧，我们不都已经分手了吗？佳明，你刚刚说这小贱人是你什么人？ 他呀，我刚刚不说了吗？是我小男友啊。啊！丁峰，行，我一直往回推，这个女人是一个特别难缠的角色，你不知道。这样，啊，求求求，把我推走，看那些女孩的愿望，要满足了。我早就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儿了，以后同人文可以写了。求求你了，我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给你道歉。 就一次。你俩捣鼓啥呢？这回还想用什么理由搪塞我？觉着还是杨伟。不，刘姐，我之前一直没和你说，是因为我不方便说。但是今天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就不得不说了。其实我不是杨伟，也不是什么早泄，我就是对女人没有兴趣。这样吧，给你介绍一下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位。 就是为之没有公开的，姐妹，我操你！我去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啊，露西，看到没？多么感动天地的爱情，不惧世俗的眼神，这就是真爱。佳明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！ 哪怕被世人唾弃，我也要向全世界宣布，我奥提亚。哎，你看看，这都有怀孕了，这怀我孙子。那个，哎，陆逊，快回去吧，不跟你说了。那个，健内，等等，夫君呐。哎呀妈，这都啥玩意儿啊，乱七八糟的呀！ 哎呀，我这颗心呢，都被伤透了。哼！哎呀妈呀，真的假的？这世界太疯狂了，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。 嗓子好些了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又让我加班，你故意撂挑我是不是？你明知道我是整你，你还过来找我问我？我去辞职总可以了吧？辞职，出门左转，然后好，这里去。哎。 开个玩笑而已嘛，你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啊你？跟你讲，昨天你让我加班被车队方案已经不通过，今天又让我加班，你这不摆明了是在整我吗？好，那就当我对不起你了，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这倒没罪啊。跟你吃饭，我还不如加班呢。别呀、啊，就一顿饭而已嘛，吃完之后你的方案直接通过。
再给你几天带薪假期。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诱惑的求情答应吗？你会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会。走，吃饭。小林，你和殷佳明不会是真的吧？啊，江志浩，你脑子是够欠了吧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是他这个月答应给我双倍薪水，还有年终奖，我才答应的。什么？他的话你也能信？哦，对了，我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？我的话怎么就不能信啊？下班怎么还不走？那就正点下班吗？啊，你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拜拜，你走。这小子干嘛天天来找你？他是我的发小，我们俩家住得很近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是跟他回家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收拾收拾吃饭去吧。来，尝尝他家串，特别地道。谢谢。丁副总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干嘛还这么客气啊？习惯了吗？习惯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距离，是吗？那你这样能有朋友吗？我没有什么朋友啊，我除了志浩和那个女孩，就没有什么朋友了。哎，上次那个女孩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不是啊，只是她对我，哎，一言难尽吧。那我们两个就算是同命相连啊。谁跟你同命相连？分明就是你渣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没有根据可不能乱说。那妞，不对，那娘们儿，我爸非让我跟她谈恋爱。他爸，他家里有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商业联姻。可是我真不喜欢那妞啊，她对我死缠烂打的一天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约定一个月为期限，一个月之后如果还可以就继续，如果不合适呢我们就分手，行不？可是那妞对我死缠烂打呀，就是不想和我分开。哎，没想到今天她还弄到公司去了。这回好了，我告诉他我喜欢男人，他肯定就会死心了。顺道啊，我们家那老爷子还能把我开除了，一举两得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说嘛，我们两个算是同命相连。来，为我们的同命相连干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喝酒。为什么啊？最近天气冷，有点小感冒，嗓子疼还干呕，所以今天早上我真不是故意要吐的，实在是没忍住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。对啊，我以前嗓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妈就用冰糖炖白梨给我做冰糖梨汁，当时我喝完之后嗓子就会好。阿姨的手艺一定很不错吧？我妈手艺特别棒，特别喜欢，就可惜啊，再吃不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不必了吧，很麻烦的。你看你，怎么又跟我客气起来了？你是不是对之前的事情还耿耿于怀呢？我跟你说，不用想太多。我根本就不会针对你，我就是为了让公司开除我。哎，在这个破公司太闹心了，所以我才捣乱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破公司太没劲了，每一个人都很呆，都很没劲。还好有你陪我在这公司解解闷儿。啊，对了，今天还得感谢你为我解围呀。Thank you.
不过你为什么非要让公司开除你啊？我志不在此啊！你想，朝九晚五，日复一日，每天还得面对啊那群呆瓜，真的烦死我了。大少爷，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嗯？哇，我就想当个厨子，然后开个烧烤摊。浪漫吗？自由吧。大少爷就是不切实际。不是，怎么你不想这样？但对我来讲就不切实际。你这人真没劲。哇哦，小姐，你这个写的也太好看了吧，大神级水准哦。霸道总裁爱上冰山美男，这剧情绝了。那个咱们新一轮的市场方案呢，现在出现了两个计划。第一个方案就是以丁副总为代表的执行计划。第二个方案就是刘副总的执行计划。我觉得呢，两个方案都十分可行，但是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呀。研究一下午了，也需要确定一下。这样吧，咱们听听新任总经理应总的决定。就丁副总的计划吧。应总，我的计划虽然不是很幸运，但是是最稳妥的市场投放计划。丁副总的方案如果做成了，自然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效益，但是他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会有很多我们前所未见的困难。丁副总，你如何保证我们的产品能尽快的投入渠道，并且与电商带货主播进行合作？这些事情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去做过，那么我们这一次做又怎样能保证我们的新品能够尽快上市，能够尽快的卖给我们的客户呢？这个风险太大了。其实我也这样觉得，毕竟我们公司不熟悉电商，咱们这么做，我担心在投放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。冷总、应总，我们很有必要打开电商的销售渠道，现在电商行业已经逐渐超越了传统的销售行业，我们的新品需要尽快转变销售模式，跟上互联网的热潮。像最近大热的带货主播薇娅、李佳琦，我们都可以去开拓渠道，借助流量的效应为我们的新品做品牌传播。况且洗护产品和美妆产品与互联网的粘度非常高，我们更能够通过互联网精准我们的受众群体。虽然让利是无可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将来的市场效应是无穷无尽的。这样在未来，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带货主播。虽然前期的投入巨大，但是根据我的调研和数据分析，我们未来的销售是可以以十倍增长的。所以我认为电商带货一定是我们今年开发的重点。我支持丁副总的计划，没有理由。如果非要一个理由的话，我觉得丁副总的计划足够的疯狂和冒险。如果我是经销商的话，我有足够的信心把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卖给我的客户。冷总，还有什么异议吗？那好吧，那就定了。希望丁副总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冷总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为什么那么力挺我的方案？
因为你的方案有风险，很容易让我们家老爷子赔钱呢。说正经的呢，欣赏你的冒险精神。这群人呢，年纪轻轻就成了老古板，公司一直这样下去，岂不是要落后啊？总得有一些冒险的做法。霍金先生曾经说过，人生的精彩在于探险。这也是我认识你这么久以来说过最靠谱的一句话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你为什么对你的那些方案特别有信心呢？因为我相信直觉啊。啊？别闹，好好说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位种草达人，我亲身经历过这种互联网电商的传播效应，所以说我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从来都不是想当人的，而是必须要进入场景，进入角色。我自己是如何去购买电商主播的产品，又是怎样以一个主播的身份将产品推荐给他人，这整个环节与流程我全程都参与过了。那我们公司是十几年的老洗护美妆品牌了，产品的痛点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固守一部分的销售群体，销售量始终非常平稳，年轻群体认知程度不高，所以与电商主播合作让利，以最低的价格提高品牌的曝光度，又不影响成本的支出，效益好的话甚至可以盈利，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这次我们的市场执行方案啊，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效果十分明显，因此我们的领导层对我们市场部提出了重点的表扬，尤其是我们丁副总小组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来干一杯。干杯。另外啊，我想对丁副总表达一下感谢，真的丁副总，我特别佩服你的睿智、沉着和冷静，真的特别佩服你。这一杯，我敬你，丁副总。真的，小丁，20多年了，我们家那老爷子第一次发誓，真的。你总过誉了，本职工作而已。是啊，马上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你们懂个屁呀、啊！叫做夫妇同心，情分金榜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一起实现一下梦想吧。丁副总、应总，既然你们合作这么默契，不如你们一起合唱一曲吧。瞎起什么哄？你们真是够了。可是我不。
干什么呢？喂，睡觉啊。赶紧起床尿尿。嗯，好。不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走啊，出去玩啊。不行，今天梦瑶约了我，我今天要去找她。让她改天再约你，今天先陪我出去。你有那么多朋友，你跟你的朋友出去溜达，我不去。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干脆别跟他去了。与其跟你出去，还不如跟他出去呢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应总，那个我有点饿了。丁副总这几天真的病了吗？真的，他真的病了，我跟上帝发誓，这是真的。你就不怕上帝用雷劈了你啊？怕。怕？说实话。小丁他不让我说。三个数之内，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，我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亲了你。反正我也不想在这公司待了。你要是也不想的话呢，随你。小丁他这几天躲着你，他一直在家里闲着呢。他家在哪儿？谁能与我同醉，相知年年岁岁，咫尺天涯皆。谁呀？来了。你是？阿姨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冰冰姐家吗？是啊是啊。啊，我是小丁的同事，我叫应佳明，听说他这几天病了，我来看看。啊，那快进来吧，进来来。来，快进来。看你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啥？来，进来坐啊，阿姨给你倒杯水去。不用忙，阿姨。我们家俊杰呀，这几天就说身体不舒服，让他上医院去看去，他也不去。俊杰呀，赶紧起来，你同志来了。谢谢阿姨。起不来，难受。你同事来了，你赶紧出来。起不来，难受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谁叫你这么没礼貌的？那小英，你坐着啊，我进去招呼他去。阿姨，我进去看看他吧。哎呀，那也行，我在厨房忙活包饺子呢，一会儿留家吃饺子啊。行，谢谢阿姨。哎。怎么的呀，这一块呀？嘛呢？赌什么气呀？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有躲着你啊。你没躲着我，你不来上班？生病了，难受。小丁，你是不是还对之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啊？什么事啊？不记得了。就是之前我说。别说了，我说我忘了。对不起，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脱口而出了。如果对你造成什么困扰的话，真对不起啊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说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不说了。俊杰呀，小英啊，出来吃饭了。哎，妈来了。你屁股咋那么沉呢？这过来给小英拿个碗呢。阿姨，我来吧。你腰在哪儿呢？我是不是得踢你？人家小英是客人。来，给你拿过来。
怎样啊？来尝尝酸菜馅儿的。哎，慢点吃啊。啊，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嗯，咋跟你同事说话呢？小英啊，好不好吃啊？阿姨，太好吃了，太棒了，你做的这个。今儿个是冬至，这冬至啊就得吃饺子，吃了饺子心里暖和，整个人都暖和了。我儿子打小啊就爱吃我给做的饺子，来，先忙。你咋的了？咋还哭了呢？没事，就是看你们两眼啊，笑话。我妈以前也愿意给我包饺子吃，他也说这人冬天的时候吃饺子心里会暖和。这还说到这孩子伤心处了，那你妈妈怎么了？不在了还是？妈，别问了。别哭了，今天是冬至，我过生日，小丁你就不能对我热情点啊？你生日？是啊，阿姨，小丁在公司总跟我劲儿劲儿的，亏我还对他那么好呢。以后他要再对你这样啊，你就告诉阿姨，阿姨替你教训他。那对了，你下楼去买两瓶酒给你同事过生日。天太冷了，我不想去。你是不是又欠揍了你？阿姨不用，我不喝酒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孩子，你就听阿姨的。告诉你干点啥事咋这么磨磨蹭蹭呢？快去呀！亮亮，你尝尝阿姨做的。哎，谢谢阿姨。来这个。我自己来就可以。来来，多吃点。特别好吃。多吃点。哎，阿姨，我跟自己去吧。哎，好。不行，这饺子一会儿就凉的，这个热情。你可真有功劳啊。阿姨好像不是很讨厌我。不要脸，有你这么说自己的领导的吗？别忘了我以前是你的领导，更重要的是在我家我是领导。成成成，一日为领导，终生为领导，你永远是我的领导。行吧，领导冷吗？手拿一边去。你能不能不这么讨厌我啊？快点走吧。妈，你少喝点，你不能喝酒啊。阿姨，我见到你真的像见到我亲妈一样。我妈就是走走。小英，真的以后阿姨就是你妈，我们家俊杰有的你就有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儿子，谁再欺负你你就来找我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行了妈，来喝。妈你少喝点。妈，妈我马上得了。别管我。妈你不能喝酒。妈你来。妈来。小英啊，阿姨虽然不是你亲妈，但是今天跟你不喝酒，我觉得你这人好啊。嗯，这什么？你不要给我们。哎，我家佳敏，不是我家俊杰呀、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这脾气，跟我一样，特倔。太倔了，俊杰，你看看您同志。看看你同志那性格，啊、你再看看人那脾气。妈，行了，你少喝点。什么少喝了？来来，干干子，妈，干。妈，你再没给我架势。知道，以后喝酒去，不许再给我妈喝酒了。啊，不行，妈，咱不啊不。
尝不喝？哎呀，不行，真得喝。这二十多年我头一次这么尽兴，一点不喝。来来，再走一个，来来来，走。我告诉你，小英，今天你就住咱家，哪儿也不去，你就住咱家了。我不走了，妈，来，您放心。妈，哟，病。别喝了，没了，买少了，你这。妈，我扶你进睡觉。妈，我不睡。英哥，哎呀，您来接喝啊。说你的吧。哎，妈，哎呀，不用你扶我。妈，知道喝多了，你都不能喝酒，喝不多。醒醒，回家了。我妈说好像让我在家睡。你睡我家，那我睡哪？一起睡啊，暖和。不能让小燕走啊，在家睡的。听见没有？听着了。你看他们妈都说了不让我走，我就在家睡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我警告你。老实点。这事儿当自个儿家。妈，再喝二两啊。睡了，睡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到底干什么？不是睡觉吗？哎，嘉宾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小点声。有用。妈给洗吗？我告诉你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
我是谁。大嫂，你终于醒了。疼啊！大嫂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真的，你终于醒了。哎，也不枉我没日没夜照顾你这么多天。你叫啥？大嫂啊。大嫂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死。复活了，你当然没有死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大嫂终于醒了。醒了就好，君毅，这几天要拜托你好好照顾你大嫂。好的，大哥。梦夜，好好照顾你自己。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所以我拜托君毅来照顾你。喂，你们俩到底是谁？怎么个情况？我是你未婚夫。另一个人的身上，小说和电视剧里的情节已经上演了，我该何去何从？是承认了何梦夜的这个新身份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，还是说清楚状况离开这里？可是离开这里我又能去哪儿？大嫂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你说你这总是在外面，我这心啊是选的。你真没必要看着我。那不行，大哥特意嘱咐的，说你最近短暂性失忆，身边不能离开人的。你大哥就这么喜欢我？那当然了，大哥对大嫂可是忠贞无二，精诚所至，矢志。好了，停。那我问你，我呢，对你大哥什么态度？你啊，你对大哥老实交代。你对大哥好像没什么感情。小同学，我问你啊，你相不相信人会死后重生？不明白。就说这个人死了，然后呢另一个人也死了，之后另一个人的灵魂就重生在了这个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复活了。咦，大嫂，你说的是鬼上身吧？上你个大头鬼啊！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哎，大嫂，你说这都12点了，大哥明天就回来了，我得保证他回来之前你完好无损啊。明天？啊，28号。糟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我的蚂蚁花呗和信用卡还没还呢，完了完了，肯定要上征信了。哎，大嫂。啥是蚂蚁花呗？算了，跟你这种富家小公子谈不了人间的事儿。大嫂，你说你这受伤之后性格咋变化这么大呢？你之前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，而且还沉默寡言。知道什么叫重生不？我现在就是重生。走了，小屁孩，回家。你这个小身板不行啊，得再练练啊。挺大的男人跟个小开展机似的。人家学业很忙碌的。废话少说，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，不要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。哪位伟人啊，大嫂？你大嫂我啊。大哥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那成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俩的安人世界了，我现在就撤。傻站着干什么呀？
过来啊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嗯，那就好。休息吧，我累了。从苏小雨变成何梦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这是梦还是现实，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。如果我说出了真相，一定会被当作精神病，眼下也只能装作何梦叶了。看什么呢？上床。那个，我要怎么睡啊？什么？我是说咱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要怎么睡啊？何梦叶，你难道连夫妻之间怎么睡觉你都忘记了吗？不是你的妻子，我是苏小雨啊，怎么和你睡？愣着干什么？上床。我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用我教你吗？那个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想去客厅睡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生气？生什么气啊？没有啊，我就身体不太舒服。我去客厅睡。你别去，我去。梦叶。好啦，你乖，我去睡觉了。晚安，没啥事不要出来啊。谭君逸，你天天这么看着我，不用上学吗？没事啊。大姐问你，不是，大嫂问你，你大哥叫什么名字？谭文凯啊。那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兄弟姐妹？大嫂，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你废话怎么那么多？我这不考你吗？看你对你们谭家了不了解。我们谭氏企业的业务遍布全国，涉及的领域有地产、工业、娱乐等。我们谭氏的董事呢是谭康，也就是我大伯。我大伯有个儿子，就是我哥，叫谭文凯。我大伯母早年去世，所以我大伯就娶了谭氏的董事李文雀。李文雀现在改名叫李柔一，李柔一又带了个儿子叫李成润，关系商就是这样。这样。大嫂，你不会连李成润不记得了吧？李成润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要是忘了就忘了。哎，话说一半让人很难受，知不知道？快说。李成润是大嫂的前任，你的父亲何叔叔和我大伯许下过婚约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是谭文凯的合法夫妻。但是你好像不太喜欢他。你们富二代是不是都特有钱啊？你能不能先借我3万块？有了我一定还你。大嫂，你不是有存款吗？我这不忘记密码了吗？急用。那好吧。记住，不能让你大哥知道。我凭啥听你的？你个臭小子，前两天你在学校犯事儿，谁替你见的班主任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先借我，我有了一定还你。
是小雨的朋友。啊，你好，阿姨。小雨生前借给我一笔钱，他嘱咐我一定要交给您，一共3万块，我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孩子。阿姨，叔叔怎么样了？想撑着呗，我们都不敢告诉他小雨已经不在了。阿姨您节哀，小雨他那么善良，在另一个世界也一定会过得很好，您不要担心他。哎，谢谢你的宽慰。你是萧博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听小雨提起过。小雨跟你提起过我？你是小雨的朋友吗？是。我怎么没有听小雨提起过你啊？我跟小雨也是最近才认识的，听闻他去世也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，我一直不敢相信，所以突然想来他家看看。你跟小雨一定很好吧？啊，小雨家的备用钥匙一直放在电箱那里面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呢。坐下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自从小雨走了以后，这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房东说想把它抢租出去，我就承租下来了，也是为了怀念小雨吧。这房子里的陈设我一样也没有动，有时我坐在这里就在想，要是小雨有一天能回来，那该多好。你对小雨？对，有些话不提早说，有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说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？因为小雨有男朋友啊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他们分手，但是我又希望小雨过得幸福，所以我又不希望他们俩分开。其实只要小雨过得开心，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我也无所谓。只是有时候想想，带给小雨幸福的人不是我，我还是挺难过的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没什么，小雨人很善良也很热情，她是一个可以哄大家开心的女孩，但是她自己过得却不开心。到了天堂，希望她可以过得幸福吧。小博，其实我不行，这种话说出去，她一定会以为我是疯子。况且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回不到过去了。我现在是何梦叶，不是苏小雨，苏小雨已经死了。小雨她对朋友很仗义。我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也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好的，我们不要担心他。还有你，小雨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，你应该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，不要再一直逼迫自己回忆了。如果我是小雨，我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你跟小雨有一些地方还挺像的，难怪你俩会这么投缘。谢谢你啊，我会尝试过新的生活的。去哪了？去见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因为你是我未婚妻啊。求你别再提未婚妻三个字。何梦叶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说真的，有那么一点吧。何梦叶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其实我会尽力爱上你。今晚还是客厅吗？不爱睡呢。好吧，不勉强你，爱睡哪睡哪吧。但是我现在真没钱。喂喂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世航，你那有没有3万块？小月，我这边在开会，晚点给你打过去。肖博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我说吧。苏小雨，上班时间你在外面打多长时间电话了？整个办公楼都在找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到底能不能干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要说出真相呢？万一被赶出去怎么办？或者当成精神病被抓起来治疗？算了，还是不要说了。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，但只要此时此刻你还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安心。特别好吃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等等，其实呢，我今天并不想来赴约，只不过正好有好消息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即将和梦叶举行订婚仪式。是啊，到时候请大家吃喜糖。这也太草率了吧。这是爸爸和何叔叔早就决定好的，只不过尚未公布而已。我怎么没听妈妈提到过？不是每个决定爸爸都会和阿姨说的。来，庆祝一杯。对了，听说最近阿姨在撮合 Lucy 和承认的事，那祝你们进展顺利。好了，
酒也喝完了，感谢盛情邀请。老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你干什么啊？生那么大气？你知道今天坐在你对面的男人是谁吗？他是李承润，是李柔一的儿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你异父异母的弟弟啊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你今天为什么对他那么热情？啊？热情？你哪个正经看出我对他热情了？你冲他笑了。大哥，人家好心好意请咱俩吃饭，又给我夹菜，我能哭丧个脸吗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。这倒也是好事，今后你离他远一点。可以，反正我也不想参与你们之间的纠纷，所以我会离他远一点的。最好这样。问你一个问题啊。问吧。回来之前我去洗手间，今天晚上坐在我们对面那个女孩子跟我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Lucy， 她对你说什么了？她说她喜欢你，爱你。你吃醋了？滚蛋，谁吃醋了？只是你们家的关系太过于复杂，我想搞清楚而已，省得以后搞不清楚状况又惹你生气。何梦叶，你变化真的很大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。你真的相信？我真的是火星美少女。早点睡吧。喂，小猫草 Lucy， 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，真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会和你争的。因为我真的，我不是何梦叶。啊？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，但是我只是何梦叶的替身。实际上何梦叶已经不在了，迟早会离开唐文凯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行，我就信你一回。那杯酒别喝了，给我吧。干嘛？别问了，给我。你干嘛？我在酒里放了点料。那你完了。我刚刚是不是喝了？嗯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。你快去洗手间抠一抠。怎么那么晚才来？不行了，这大姐太能喝了。你把她灌醉了？没有，她千杯不倒。后来她上厕所的时候，我给她放了一点药。你加的？放心，不是毒药，是促进人类和谐文明发展的情感性药物。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嗯，是吗？可能我太热了吧。他呢？人呢？啊？他回家了。什么？回家了？那我们的计划？嘘，一失败，
就不应该相信你说的话。走开。喂喂，你得你干嘛？喂，怎么样？老婆，你回来啊！快看项链好不好看？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想和你谈谈。谈什么？关于我的身份。你先戴上这个项链试试，真的很好看。我想和你谈谈有关于何梦叶的问题。何梦叶？何梦叶不是我老婆吗？她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孩子。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我知道这样说你可能理解不了。这个项链真的很好看，你戴上试试。唐文凯，你别再回避了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继续说下去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连继续骗我都不愿意了吗？我是我，我是苏小雨，我不是何梦叶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不想再这样继续欺骗自己，我也不想再当谁的替身了。我有心，我的心也会疼，会难过。我是一个独立的灵魂，为我自己的感情，从来都不是谁的替身。我叫苏小雨，一个多月前我自杀了，没过多久我又醒过来了。这次醒过来，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我了。你们告诉我，我叫何梦叶。我怕我说出真相，你们会以为我是精神病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敢说。可是现在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早就察觉我的异样了，不是吗？我的言谈举止，我的脾气性格，都跟以前的何梦叶不一样，不是吗？我也不想说出真相的，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。你越是对我好，我就越是不想成为他的替身。唐文凯，你始终不明白，真正的爱是放手，而不是抱着执念欺骗自己。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关系了。你走吧。什么？我说你走吧。走啊！